Amen.
曲的老师，就是曲子完毕以后，美娟老师，是曲子完毕以后要告诉观众朋友，你就走上来，然后你代表大家鞠躬，他们就，我感觉拿着乐器哈，要鞠躬是不是很方便？大家同意吗？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曲子完毕了，然后美娟美娟老师，美娟老师就走到中间，然后静宇再接受一次掌声。你觉得同学要不要一起？你是台下谢谢。还是要好，那老师敬你的时候，你们也一起。哎，敬你不用彩排吗？不用。谢谢。其实他们不是同学们，他们都是老师们。谢谢你们。Thank you.